OK，start 了。Hello，嗨，我是琪琪。我们现在看有没有人看我们的 live？还没有哦，还没有人上来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大家这个时间应该是去 shopping，去买衣服。今天很特别，今天哦，我是第一次在新加坡做 live 嘞。所以哦，我现在是在新加坡，我的妈咪，我的干妈，就是我的姑姑的家，耶、，Hello，Hello， 谁进来了？有人进来了 ，Teacher U 是吗？还有 Jack， 千灵啊，千灵，嗨，千灵在在马来西亚，我在新加坡跟你 say hi。我的妈咪就是我的，也是我的姑姑，我们两个像吗？像吗？谁比较美？ Okay, 当然是特美啊！所以哦，其实今天做 live， Hello， did you？ 所以今天做 live 就是想要问我妈咪，我妈咪哦，其实是非常喜欢我们的 Aurora 是电视光电影部，所以想要问的就是哦，我妈咪哦，为什么会这么喜欢，然后哦，那时候为什么会开始穿我们的光电子裤？然后，而且我妈咪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啊，我是 Vivian， 华语是秀莲。耶，Hello。所以妈咪，其实为什么哦，你会那时候一开始会想要穿光电子裤啊？因为我的颈项有那个骨刺，很久了，整三十年了，我的骨刺导致我的睡眠不好，只是等二十多三十年，差不多三十以上了。我是十六岁就开始跌倒，就是有骨刺，然后使到我睡眠不好。别人是一觉到天亮，而我呢，不是一觉到天亮，是很多觉，等十觉到天亮。讲讲嘞，就是说哦，一直会醒来。是因为我睡的时候一个姿势睡久了，压到我的骨刺，我会自然痛到我醒，有时十五分钟醒。有时半个小时，每十五分钟，我最多是半个小时，睡半个小时。我看到半个小时，我这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。晚上睡觉的时候 ，OK， 我是一觉很十几觉才会到天亮的，很辛苦。最多睡半小时，如果一个小时也是有的。一个小时很少很少。啊，每半小时要。而且半个小时我睡，我痛到我醒哦，我那个颈上痛到我头痛全部都来了。就是从那时候十多岁开始，啊，十多岁就是中学开始，我的睡眠有问题了。嗯，然后很严重哎，严重，很痛苦。然后每次我妈咪就跟我讲，哎呦睡不到啊，每次啊要起来啊什么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呢，除了我有看啊看过什么啊，还有我有我的胃，我的胃是胀风，从2000年开始啊，胀风就是消化不良。所以是十七年。2000年，现在2018嘛，差不多17年呢。就是消化不良，使到我的胃胀风，然后我的肚子就是好像两三个月这么大的了，胀风到，蛮辛苦的。虽然是我妈咪是瘦瘦的，很苗条的，但是哦，就是那个胃胀风的问题啊，很严重，所以变成了那个长期啊，那个胃一直顶着，然后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然后很胀，好像三个月，对对对，我的爹地，然后我爹地讲哦，好像是每还是三个月这样耶，每一天。我的衣服穿起来就是很膨胀的啦。然后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吃东西方面也是很很难辛苦，很多东西都不能吃，甚至有时候喝水都不能喝太多，然后要做吃东西，是喝牛奶的东西，牛奶也不行，牛奶。只是过后我看中医，我看了很久的中医，针灸八卦，中医就跟我说，你不要喝牛奶，要这样的情况，我的胃这样的情况，不要喝牛奶。那我就不要喝牛奶，就比较有改善。可是改善我也是会在是在胀着很辛苦的，胀到甚至是背部我的腰都会痛那种的。你是试过很多的方法、哦、很多八卦针灸，我试到去做货看中医，试到去泰国看中医，我的颈项跟我的胃。然后时候妈咪脸跟我讲，我不懂要怎样帮他哦。然后就那时候就是这个裤子啊，这个出来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我们的光电子裤子。然后过后就跟妈咪讲哦，我讲可以帮助血液循环。妈咪讲，只要能够帮助到我的睡眠，还有我的胃的问题哦。一条千多两千个我都买来穿，虽然不是因为有钱，还是有钱，最重要是健康啊，健康真的是很重要。可以买回我的睡眠。然后关于那时候是几时开始穿呢、啊？去年应该是大概十月吧，十月头吧。
十月去年的2017年的十月，是的，十月头，然后就开始了。嗨 ，Erica， 对对对，我妈咪的 case 就好像你的这样，那天你也是跟我讲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case。Emily，Hello。然后所以穿了十月到现在有超过半年了咯，对不对？四月半年的。然后穿了的感觉是怎样呢？起初。我跟你们讲一个东西，起初的时候我就问妈咪到底穿得怎样，她就讲这样咯这样咯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她其实那个胃胀痛的问题穿大概整两个礼拜，前面两个礼拜我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去，反而是很胀，然后反效果就是那个调理反应这样子啊，那个调理反应，所以她就不敢跟我讲，然后而且慢慢怕她没有信心啊我自己去啃啊，然后那个调理反应这样子啊，然后过后两个礼拜过后慢慢的好，比较有好转了，好了那时候就不敢。然后 OK， 这样就由我妈咪来讲穿了过后的那个喜悦到底是怎样改变。过后的改变是我的胃胀风改善很多，尤其是美观啊，我对男人那么大然后我可以喝 Milo， 以前我 Milo 都不能喝的，就是 Milo 有牛奶嘛，有 cream，我不能喝，所以我可以敢喝 Milo 的，然后很多东西我都吃，我的食物可以吃很多食物的，就是有些比较硬的食物我不能吃，吃的我会消化不良胀风。睡眠呢？睡眠就是因为我的景象使得我睡眠不好，现在我睡眠可以一觉有时两个小时，甚至一个小时才醒来，以前是三个字半个小时才就醒过来，我的颈项痛，一不觉得头痛到我的眼睛不能开，真的不是骗你的，真的女生。现在呢就是只是买回我的睡眠最重要的，还有健康健康我的胃就是好了。我有曾经有去年我有胃酸倒流伤到我的声带，因为我唱歌了嘛就 OK 了这个胃真的很开心哦开心。还有什么要补充哟？就是讲那句，可以改善我的睡眠，我的颈项现在我颈项就是，其实那个骨刺是不会好的，可是会使到我睡得很好，然后我的颈项帮助我睡醒的，我的颈项不会痛，即使我这样子有痛啊，可是我睡的时候压到我的那个骨刺，不会痛了。之前好像我跟妈咪这样子讲话她这样子一边那样跟我讲，讲现在还要我坐去隔壁，因为她的换方向，她的那个头还要换方向，因为我这边痛啊，一直在那个方向的话，她会很痛真的是这样子。我叫她换过来，再这样子讲喽。然后还有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喽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胃我的胃改善很多，我的颈项。改善很多，睡眠改善很多。还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的朋友，我们在看着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讲的。OK， 就是说光什么？你看，我们一边光电子裤啊，光电子裤啊，我不懂怎么讲，光电子裤。对。真的是穿到我怎么形容啊？很什么？没，我跟你讲，又美又很健康，这样又开心啊，开心，开心，真的很开心就是很自然了。现在以前真的很辛苦，真的背住那个景象啊，很辛苦的。都很开心啦，就是我想将这个喜悦，这个的光电子裤，跟所有的朋友有跟我一样的情况跟他们分享。这个裤真的是很好，改善我们健康。好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好的，我们的今天我们在新加坡，在我妈咪家 live 就到现在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能找回健康。好的，我们的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